我们又来找到我们的杜赫塔古语者了，开始转职啊！哒哒啊！接电时光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今天呢，我已经练到我的 job 呢，已经是来到了40级了。我的巫师呢，已经可以转职成为我们的超魔导师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去参加这个实验，希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变成超魔导。目前呢，还有3个空位。如果你有喜欢玩的，那我们是50级以上，目前是要50级以上，然后就可以，你可以来申请列表里面啊，或者你以后慢慢练到50，我们有缺了，我们就把它补上来。这样，现在我要进来这个转职的领地，然后来找我的这个魔导师。好，所以找他没错。好，冒险者工会高级导师，职业进阶。哎，这要考试吗？我不知道要不要。OK， 我们要去什么？朱诺的贤者工会哦，朱诺。好，来我们就走就对了，走就对了。跟他讲话，跟我们的一开始帮我们转成巫师的那个时候，继续来吧，成为魔导师吧。然后接下来我用差不多，只要说话就可以了。然后再跟他继续讲一次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欧美妈咪吼，欧美妈咪吼，是空三回啊。他叫我们跟他一起念就可以吗？什么啊？错的、哦，空三回啊。好，错的。也是错的吧？哦，有对的字才是对的，错的字是错的，这样子对。哦，我懂他的意思啦。再继续讲。不是格斗，超魔导师。积分，他叫他去积分，好吧？我们只用飞的就好了。OK， 那我们再往这边走。好了，好了，又来找玛利亚了。Maria， Ave Maria。这位大魔法师仿佛正在沉思，不过他很快察觉你的前来，居然一如高傲的他都肯定了你，哇，太棒了！好了，接下来应该要去探险了，哦，要去出现了邪恶的深海霸主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普通物理攻击造成多少伤害，所以找魔法师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反正就去打这个邪恶的魔法深海霸主，对不对？超魔导师。好哦，然后先去海底神殿东南方黑曜石剑碑附近搜寻原型的，这个应该是找东西哦，好复杂，好复杂，然后再打破它就可以了。好，走。药水这边怎么换了？你就拉到包，然后这里有个这个，点下去就可以拖动换药水。非常兴奋啊，等了这么久就是在等进阶二转，然后之后应该会有三转哦，等改版，但是应该没那么快。我们要去这个。海底神殿好像这个博伊亚兰，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往下走，这里是海洞，海洞我记得有4层哦。打一些比较痛的地方都需要吃那个点心。那现在呢，我都没什么在吃，我都靠五郎来帮忙，五郎会一次帮你补1000这样子。海底神殿西北方，哎，是走错了，是打金鱼哦。西北方哦，很痛哎！啊，上了，被冰冻了，被冰冻了！好，传送门有金鱼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！啊、哦，我不知道传送门有金鱼哦，我看到金鱼了哦，原来是有金鱼可以过去的哦，海底的观光航班哦，西北方小岛哦，走了，哇酷哎、欸，拍个照好了，拍个照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哎，可、OK, 以拍一张，这样好看啊。哎，到了，好快！哦呦，哦呦，这里多哦，这里蛮多只的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被 K 了，好细啦！我看，哦，在下面这边，哦，这里怪太多了吧？我拉远一点点。现在玩的是《仙境传说》，对，守护永恒的爱。如果你想要守护你的爱呢，赶快来玩吧。我没有业配哦，我会喜欢玩这个，是因为这是我以前就有在玩的。以前就很爱玩的游戏，然后最近出这手机版呢，因为还原度真的蛮高的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哎，完了，去还东南方，现在又要回去东南方了哦。哎，这边有那个刚好可以那个拍的部分哦，稍微拍一下下，滴滴滴，拍到我在打哈欠。我现在再走回来，再搭东南方这一个东南方，所以。捡完了这边西北方的黑曜石，又要来东南方捡这个黑曜石，圆形的东南方小岛，该不会待会还要去海底古城吧？马克哥又来啦，我们先捡一下。哎呦，那一滩毒液，什么东西？那一滩毒液，
才玩了时光者，RO真的很好玩，玩的已经不再只是 RO 了，是回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祭坛的这边，应该是解完这三个他所分配的任务，我们应该就成功了。哦，好痛啊！因为这个毕竟他们虽然打的数目哦不是，哦哟，祭坛上感觉更恐怖啦，先放个能量外套好了。先清一清好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怎么还有捣蛋鬼？捣蛋鬼是谁？玩家是不是？哦，人鱼星星的比较痛哎、欸、哦，跟那个鬼影一样，我们也还没去鬼影的部分。你看我如果没有带五郎的话，我早就趴了。都狂起好痛！哎哎啊！我昏起，我昏起，吸吸昏起，差不多。现在吸吸昏起哇！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！还有马克星星啊，难怪那么痛。哎，快点帮我打，帮我打！那个工会的人来了，工会的人来帮忙了，刺客，刺客哦，六十几级的刺客来了。我觉得刺客真的是自打也蛮好用的啊，放置，所以方形、圆形都放下去之后，我们要消灭海神。Oh my god！ 先放个火环好了，保护自己一下。谢谢我们的雨儿来帮忙我打这个，不然我可能打不太过。好细，好细，好细，往下拿先得了皮。继续打，继续打啊 ！OK 了，哇，完成了！哇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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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姐阿哥，金姐阿哥，金姐，金姐哈，妈、嗯，我直接飞回，走走走，我们去吃蛙王。哦，打了打，哦，好大哦，蛙王好大哦，低于一半了、啊，低于一半了、啊，我们等等看看会打到什么，还差两个。哎、欸，打完了是不是？好像没东西啊、哦，空空的，空空。哎、欸、呦呦呦呦，吸到了手环，但是没有比我现在好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一个光力可以做头饰的，光力的。好，那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距离这个转成超魔岛就剩这一步了，就剩这一步。玛利亚，我又来了，玛利亚。超魔导师发现了什么吗 ？OK， 递交给他。打完海神之后。超魔导师介绍信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、OK OK， 嗯嗯，如此小事，不要到研究。好，他给我们一封介绍信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信呢，再交给哪里啊？王宫附近的什么武师魔法会的介绍信给他啦，给他啦。伊米尔苏，正是，没错的，回答几个问题来了。新的平壤将伴随探险之路 ，Yes。追求魔导师为正义和平，非自己欲望。对了，好官方啊，永不忘记初心。是的，准备要转了，三个都答对了。去阅读伊米尔书吧，从中获取力量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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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各位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伊米尔之书。伊米尔之书进行转职了。噔，哎呦，要变进去那个教堂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来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来，啊、天波要吃天波吗？再往前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个个都举起他们大斧头。我们又来找到我们的杜赫塔古语者了，开始转职啊！哒哒，吼、哦、吼！哎、欸，服装变好帅哦，获得金的角色蓝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耶、yeah, ，就是这样。来看一下技能的部分哦。那我现在目前哦，因为我的智力已经全部加满了，所以我现在会开始冲灵巧的部分，因为灵巧呢。可以增加我们的咏唱减免，所以我是想要试试看，当我把，因为以前我玩电脑版的时候，我灵巧也是点到 99， 就是 INT 跟 TX 都点到 99， 所以在咏唱是比较快的。但是也有人跟我说，灵巧你点到咏唱减免1就好了。可是我想试试看，如果冲到满的话会变多少？因为如果你点到更快的话，也许以后我们放十级的大法术。可能也许会跟一级法术一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目前呢还没开放三转，所以我们只能继续玩进阶二转的部分。接下来三转呢有五点念力连击，这个比圣灵之光还要强一点。然后魔力征服这个是一定要点满的、哦、然后暗壁考虑要不要点，沼泽是环速的，所以目前我可能会点满是暴风雪会点满，然后
Bonnie 是不是已经不小心点满了？那如果怒磊应该也会点满，所以主要是投资在这边大招的部分。那如果之后用觉得不好，我会把它洗掉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啊！我们今天的这个超魔导转职已经顺利的成功了，感谢大家还有帮会的那个一起帮忙解救。好吧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片呢，我当然还是会找个主题继续拍，也有可能会跟工会一起来拍这种，帮会里面互 PK 的动作，看看谁能够撑到第一名，这样子感觉是蛮好玩的。然后或者是整个工会一起去野外吃网，或一起野外爬塔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哦！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个赞、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追踪我开动态。麻烦大家午安，拜拜。